entertain us. Waiting for them summertime sick. Radio hits when we bounce with our friends like this. Hit the beach with the sun on our back and the tunes all in. Grateful that this how we live. Kind of money just to hear. 那我认为呢，这是非常合格的高蛋白的健身餐大叔的上期。嗨，大家早，我是妹，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那今天妹呢在家里想要拍一支 Vlog， 分享我的一日热量分配，以及作为一个那么喜欢健身的人，运动的前后饮食要怎么吃才可以帮助我们的训练表现。那如果你对这集的主题有兴趣的话，就跟着我看下去咯。是我最近的状态，还算是有一些腹肌，从侧边看这一块的脂肪感觉有一些上升，但整体的肉量，例如说屁股。好，我现在来到家里的体重机面前。先生米，你走开啦！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不知道。那很多人会好奇妹的热量分配跟我怎么去区分增肌跟减脂期呢？那通常冬天呢就是算是我的增肌期，因为就是很合理的嘛，大家就是会想要在冬日的时候吃比较多，所以这时候我也会更刻意的意识到训练的重要性，就是可能会比以前再更突破一些重量，或者是加强一些训练的强度，然后再搭配比较多的热量才有可能成功的增长肌肉。但是如果是以我真的很严格的想要执行我的减脂计划的话，最重要的就是热量赤字。今天不论你实施什么168断食啊、生酮啊、减糖，都一定要把握住我们摄取的热量啊，要小于我们所消耗的热量。因为我们身体就是一个热量平衡的一个机制，所以为什么有人说少吃多动，其实就是这样子的一个道理。那就以我减脂期会去抓1500到1700大卡的热量，然后增肌期的话就比较随心所欲一点，就是大概1800到2000以上这样子的区间。那我通常都是用大脑去估算，跟我每一天早餐、午餐、晚餐其实都已经是吃蛮固定的东西，我会非常的意识到我的蛋白质的摄取。你有增肌需求跟你希望在减脂的时候可以保留住肌肉的朋友，你要非常的注意你的蛋白质尽量是抓到你的体重乘 1.5到2倍左右的区间。没有那么困难啦，我待会马上就跟大家示范我的一日三餐。早上呢，我有个习惯，就是一定要来杯咖啡。那之前有很多人问我在家所喝的浓缩咖啡，那它是来自 Nespresso， 是瑞士知名的顶级咖啡品牌。那它的特别之处呢有三个，第一个就是它的机身相当的巧小，大概只有 A4 的大小，摆在家里相当的赏心悦目又疗愈啊。第二，它有提供各个风味的胶囊，共有33款的胶囊，可以根据每天的心情去更换。例如今天一早心情美好，想以清香带果香的咖啡开启一天，今天工作量偏大，就会选择浓郁沉稳。这周的客户也太高干了吧。第三，减少开销。对于像我一样咖啡成瘾的人，每天在外买咖啡的金额累积下来是相当惊人的。接下来来介绍 Nespresso Essenza Mini 的机器操作吧。插上电源后，25秒快速热机，兼具降噪设计。选择一颗任何风味的胶囊 ，Tokyo Sound 的层次丰富并带有淡雅的花香。它对着它的 size， 你可以选择小杯或者是大杯，所以这个机器操作很简单，它只有两个按钮。那通常会选择大杯。按一下即可品尝高质感咖啡，豆蔻。我觉得它的咖啡的香气真的非常的够，而且喝起来它是不会太苦涩，而是带有一点点的清香。好，那因为有些人喜欢喝像 espresso 的比较小杯的，那我现在放的是单一产区的伊索比亚。
大概只有一到两口的量。浓缩咖啡的话，我觉得还蛮适合你没有太多时间在那边慢慢喝咖啡的人，一口的咖啡就足以让你神清气爽。那如果你觉得这杯实在太浓的话，你可以自己加热水，其实就变得像外面的美式一样。单一产区的咖啡呢，它的口味会更细致，而且这一款它也是带有明显的花香。就我自己在喝咖啡，其实我是喜欢喝有点偏酸跟很好入口的咖啡。喜欢喝拿铁的人，只要在咖啡中加入冰块，并在冰块上方缓缓地倒入牛奶或者是燕麦奶，就完成自制的疗愈拿铁咯。那因为我个人呢，私下是 Nespresso 多年的使用者，非常欣赏他们有提供完善的回收政策，就是你可以把使用过的咖啡胶囊啊，然后装到一个袋子里面。使用 Nespresso 胶囊专用回收袋，官网加购只需1元，全台超过2000个回收据点，爱邮箱邮寄免邮资。所以啊，在家喝咖啡，你也不用担心不够环保的问题。最后啊，想给大家很好康的优惠的资讯，就是啊，这台我所使用的E33 Mini 现在是新春的档。一台只要2990元，而且如果你是妹粉的话，还有身为妹粉的特别回馈哦。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完整的资讯，也可以点选下方的资讯栏来了解更多。运动前一两小时，除了摄取咖啡因让我在运动时保持高度专注力之外，我也会来一份能量满满的餐点。我喜欢的早餐一定有鸡蛋，而且是半熟蛋。搭配糖类可以帮助我补充运动所需的能量。四颗腰果，一颗半熟蛋，还有半颗的苹果，搭配一杯冰拿铁。Gentrify my city, I think not. Rock. What you know about the Berry City? Let me get it for you. They heard an anthem for the bill, so let me spit. Watson Vivian on it, and I call it like I see it. You can get it if you with it, baby. 81 the shit. Yeah, yeah. Hit the highway one, now we headed for the boardwalk. Gotta see me flexing, so my fashion make you trip. Strawberry chilling on the front side of my t-shirt. Playing on my hat to tap bill on my lip. What you know about the Berry City? Let me spit. We headed for the slough when we hop up in the whip. We headed for the bean when we get a little hungry. And we headed for the function when nobody wanna trip. Sipping on that pink lemonade, Martinelli. Hit me with the sponsor, know I'm repping where I live. Get it for me one time, get it for me two times, get it for me thrice if you know how it is. Yeah. Check, check, check. 831, get the money. Gentrify my city. I think not. Rock. See, we come, get to run it. Mobbing in the bill, not the bed, but we bop. It's a bop, it's a bop. Get the money, gentrify my city. I think not. Rock. See, we come, get to run it. Mobbing in the bill, not the bed, but we bop. It's a bop, it's a bop. Hey. 是洗好的白米。那白米呢，我会加上一个秘密武器。差不多这个水呢加到淹过它的表面大约1公分，猪姜黄粉。为什么要这样姜呢？因为姜黄非常有营养。那现在有一些家里剩下的蔬菜，把它切一切。
煎鸡胸肉，还有起司蔬菜炒蛋，麻油烫菠菜菇菇。那我的午餐呢，通常是我自己自制的高蛋白又高纤的手作料理。那我认为呢，这是非常合格的高蛋白的健身餐。那如果你是减脂的朋友啊，你的饭的比例可以再抓少一些些，就是大概半碗的饭就差不多够了。那如果你是增肌的朋友的话，你甚至可以把鸡胸肉换成鸡腿肉，然后饭的话可以吃一整碗饭。那很多时候我也会去考虑到说，例如今天晚上如果要聚餐要吃比较多的话，今天的午餐我就会特别先控制好分量，就是即便在增肌期午餐也会吃少一点，去对应晚上的大餐。我认为这样子是比较可以弹性调整，跟可以融入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中。我还蛮常是从蔬菜开始。看一下它的热量，大概介于150到170大卡。五升乳酪蜂蜜海盐，配上 Nespresso 的咖啡因减量的咖啡。它是那种很绵密的，里面带有一些奶酥的香气。其实也不是说减脂的人或健身的人就不能吃这种比较高糖跟精致的点心，因为啊，其实你看它这样子的分量算是有控制住，所以小小一颗的热量大概也是100多大卡，也就是说回到刚刚我们讲的热量赤字的原则，只要你把一天的卡路里都控制在你可以吃的范围内，其实你想要吃什么都是没有问题的，只是说像是苹果，它们的体积都是一样，甚至苹果的体积更大，但是它的卡路里更低，可能会带来给你更大的饱足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强调要吃天然食物。但是如果你偶尔的想要吃这种沸沸疗愈的点心，我觉得就作为现代人开心一下，吃个小点心更有训练的动力，未尝不是件好事。看有没有不敢吃或者是会过敏的食材，再跟我们说，师傅就会三腿鸡肉串。总结而言呢，可能你们会觉得妹吃东西好像都很随心所欲，都不太 care 的样子，但其实呢，我大部分的时候都保有一个 mindset， 就是我作为运动跟健身的人，我需要什么样子的营养素。那因为我习惯在白天运动嘛，所以我会比较关注的是运动前跟运动后的那一餐有没有补足我所需要的能量，也就是说我会尽量在白天的时候就把我一日所需要的纤维啊、蛋白质量都尽可能的摄取完，那到了晚上如果我要出去跟朋友聚餐的话，我就可以比较轻松的和好朋友享受美食，就不会感觉到太大的压力。这个是我了解到我的生活习惯所摸索出来的，我也不用太斤斤计较卡路里的一个方式。那如果说我真的要进入严苛的减脂期的话，确实像一些甜点类的东西我就会尽量少碰。那我在这边还是要再度的强调，因为我自己走过了一大段路，那我认为呢，好看的肌力曲线是其实是透过常年
不是只是几周或者是几个月，就是透过常年累积而来的。那其实养肌肉需要时间，需要耐力，需要足够的能量来去帮助我们合成肌肉。所以啊，你一定要找到可以融入你的生活，而且适合你可以陪伴你长久的属于你的饮食方式。透过正确而且均衡的每日的摄取呢，长期而言，我相信你也可以达成你心目中的理想体态。那我们下次再见咯，拜拜。